先跑，向后拉，我们怎样办？首先第一步，扣紧对方手腕；第二步，这样压，扣紧，十字扣，下压。左手是一样，在对方抓衣服同时，我们是手扣紧，这手下压，这手扣紧，一二三，不要直压，向内侧转一点，下压，效果就出来了。这是慢动作。